要重新开始吗？ 自当奉陪。 孙伯， 发生什么事了？ 青叔， 你可算回来了。 哎呦， 咱们都快断粮了， 这可怎么办呢？ 你先冷静下来， 把来龙去脉告诉我好吗？ 这两天啊，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 燕归谷的妖怪跟疯了似的， 闯进结界不说， 还打伤了很多人。 听说附近还有凶兽， 行商更不敢来了， 大家都买不到粮食。 天师门的人呢？ 他们不是应该维护结界吗？ 别提了， 他们人手都不够， 还得到处去修补结界， 搞得村里的结界时灵时不灵， 根本指望不上。 那这过惯了依赖天师门的日子了，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？ 还能怎么办？ 听说其他村镇都有仙盟派人保护， 怎么我们村子没有啊？ 你们放心， 村子有我们明术门保护。 太好了！ 前几日我们村里有一辆运粮的马车， 在燕归谷被妖怪袭击， 口粮都丢弃在那边， 我们也不敢去找， 不知道这能不能麻烦二位， 帮我们把粮食给拿回来。 没问题。 这不好养啊，师弟。怎么了，师姐？你刚才说我们明术门？嗯，我说错了吗？没有，快走吧。 这下村里的人应该可以放下心了，咱们这就回去告诉孙伯他们吧。 孙伯，那妖怪已经被我们除去了。真的？小青叔，若是再有妖物行凶，可到我们明术。好，好，那以后就仰仗你们了。孙伯，还有什么忙需要帮吗？
虽说现在天师门不怎么管我们，不过他还是替大家现在又去帮忙修补村外的井。五年没见他了，人还不过也齐了。他这次回来问他是不是离开天师门了。宜恒，孟章罔顾保护一方的职责，而一个离开了门派的弟子却担负起了责任。宜恒自称天师门弟子，可见他心中依然以天师门为荣，力图保护天师门的名声。可惜他似乎正在修复结界，我们去看看是否有能帮得上的地方。好。道友，可需要帮忙？太好了，是你们。我这里尚能支撑，但是有几个妖物往另一边。我施法正在紧要关头，不能离开，只能……好。多谢相助。怎么只有道友一人在修复结界？师兄弟们奔波于人间各个受天师门庇护的地方，尽力修补各处结界，情势惨淡，虽只我一人，也要尽心明。道友高义，赎罪。哎，你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救过我的呀，在我被袭击的。或许吧。哦，不多说了，我还要再去巡视一遍燕归。
区天地游，还从未有人能赢过我，反来邀战于我，你很有勇气哦。天地游，还从未有人能赢过我，反来邀战于我，你很有勇气哦。
这里有个厉害的天地游高手。我的夜灵朋友们都告诉我了，这里有个厉害的天地游高手。我的夜灵朋友们都告诉我了，这里有个厉害的天地游高手。刚才的对决很精彩的。
击，可是你连御灵术都不。哎，你有小七的御灵，你竟然收集齐了所有天地游的纸牌，虽然只有27张吧。还有，你又聪明又强壮，小七要当你的御灵。青叔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放心吧，爷爷，我们爷爷明啊，我这儿一切都好，就是听说原本消停不少的凶兽忽然又活泛起来，连许多地方的妖怪都比往日凶残了。帮黄皮子也不知道故弄，前些日子一只商队在附近遇到了特别厉害的妖怪，还吓得把货物全丢下逃，现在村子里人心惶惶，都乱成一锅粥了。孟章还没有回天师门吗？没呢，到现在还不知所踪。不过上次你们走啊，他们知道修武这个就不清楚了，那时你们刚刚去了东海，我就说不知道你们。只有执明长老和坚冰长老，没有。怎么了？有蹊跷。灵光长老是孟章的亲信，平日也是由他负责各门派间的联络。难道他们并未参与到孟章的阴谋中？不好说。哎，你们才刚回来就要去？放心吧，爷爷，我和修武会见机行事的。有点不对劲，这天师门怎么空荡荡的？难道一个弟子都没有？啊，上神，您没事？他们都说在卢龙府，您天师门中发生何事？乱了，全乱了。掌门失踪前，
命弟子遍寻去魔界的方法，本来就没剩下多少人，偏偏这时候外面那些凶手和妖怪不知怎么的突然间都厉害了许多，我和师兄弟们每天忙着到处修，有的弟子甚至都逃跑了，如今门派萧条惨淡，天师门，上神，您千万别说见过我，那些结界我是真的没办法了。几位长老现在何处？我刚刚看见执明长老和剑兵长老往大殿方向去了。看来不只是你长老，其他黄皮子也有异动。对，黄皮。等等，你怎么也跟着爷爷说那个词了？掌门说，不可在外人面前提起。师姐并不是外人。总之，这不是好话，以后不要说了。哦。师妹，今日你必须给个交代，掌门他到底在哪里？我亦不知。剑兵师兄，还请稍安勿躁，静候掌门师兄归来。稍安勿躁，若不是执明师兄发现你近日行迹可疑，多有留意，恐怕我们现在还被你和掌门耍得团团转。掌门他到底在做些什么？只是匆匆交代了几句就不知所踪，若是觉得我难堪大用，干脆罢了我这长老之位。师妹，神子被劫，神谕不在，法阵失灵，众弟子惶惶不安，纷纷求去。各派传天师门失去神界依靠后一蹶不振，推举仙侠派余侠真人接替盟主。掌门是怎么想的？难道做事不理吗？二位师兄，天师门有今日的荣景，掌门师兄功不可没，我相信他行事一定自有原因的。掌门一向以门派为先，这段时间却一反常态，师妹难道不担心吗？我身为同门，该帮他分担才是，而且天师门的荣光才是大义，灵光师妹认为。掌门师兄这段时间一直在神元塔密室中等候神谕。神元塔密室，这倒是第一次听说。不过神子已失，神谕该如何下达？这掌门师兄并未告知。师妹，那你这几日频繁御剑进出，也是为掌门办事了。是的，掌门师兄与卢龙府白都督间有些书信往来，由我代为传递。师妹高义。孟章掌门亲戚，本都已妥善看护阵法与法器，孟章掌门勿多忧虑，神尊手眼通天，定能将神子夺回。待他日神子就位，神庭阵继承，魔族尽灭，天下可定。神子，神庭阵，掌门与白家。师妹为掌门给白家送信，送了多久？七年。若师妹还知道什么，也请一并告知。如今别无选择，必须坦诚相待。七年前，掌门同白都督开始接触，他事务缠身，便由我来传递书信。但具体详情，我亦不知。其中内情，我们略知一二。天师门名义上在卢龙府协助防御凶兽，私下里则在帮助白家建造神庭塔。
月姑娘怎么会知道？前几日听闻上神无碍，我和坚冰师弟专程去明术门拜访。我爷爷也和我说了，只是不知长老来意。魁宇一役后，天师门元气大伤，神子丢失，掌门离山，天师门群龙无首。因上神与神尊的关系，故而想请上神指点一二，救天师门于迷途。今日我们此行目的，也是为了和三位长老细说有关孟章的事。此话怎讲？刚才灵光长老所说，七年前孟章开始和白家来往，而巧合的是，也是七年前凶兽出现，扰乱人间。不错，神尊降下神谕，天魔放纵凶兽作乱，传授掌门可抵御凶兽的强大结界术法，保护各地城镇。之后孟章被奉为救世主，联合各修仙门派抵御凶兽，创立仙盟，并被推举为盟主。正是。但我们魔界一行后，却发现凶兽之乱极有可能是敖虚所为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敖虚操纵凶兽肆虐，再借由孟章之手假意抵御并嫁祸给天魔众，而小秋更是被他当作工具利用。这简直匪夷所思。我相信三位并不知情，所以才告以实情，而有些细节也需与孟章对质才能进一步确认。只要知道孟章所在，我有办法让长老们看清他的真面目。师妹，那神元塔密室该如何进入？我只知道那个地方在神元塔下，但是掌门师兄从未让我进去过。既然密室在神元塔下，那附近必然有法门。上神，月姑娘，我们三人先行前往神元塔，开启水上通路。有劳长老了。提到的神庭阵之前从未听过，莫非就是神庭塔所构成的法阵？按信上所言，小秋似乎是这个神庭阵的关键，必须让孟章说出一切。师姐，见到孟章后该如何让他说实话？我有意见，不过需要你配合。啊，
发现四神兽雕像似乎与之前不同了，应与入口有关。不过我们对其施法，雕像却没有任何反应。多谢长老指点，师弟，我们也去找找破解的方法。转动这座雕像，另一处为何也跟着动？若要是雕像的属性不是，小人的勉强岂只有神族之气？看来这四象之气必是敖虚所设，不知此等机关非旦夕可救。他与孟章从一开始便蒙混，处心积虑至此，敖虚所动，